首歌怎么唱，就像忘那当时的月光。如今我颤抖哼起那段旋律，你能否感受往日的惊险？那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时光，也曾有过迷茫和忧伤。虽然艰辛，却如此荡气回肠，在记忆中闪耀着光芒。我们轻轻唱，听回声多嘹亮，曾炽热过的胸膛依然充满力量。放声唱，听回声多嘹亮，愿青春永远不老，永远热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美味佳肴，我们一起来享用。欢迎来到回声嘹亮美食记。那在我们的现场呢，大伙已经看到了，我们为嘉宾三位备了一个晚宴区，也就是说在晚宴区有我们的餐具，有鲜花，有烛台，这么浪漫的氛围，三位嘉宾就要和我们共同分享美食，最重要的是还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大秀
厨艺。哎，我们这边是厨艺区，厨艺区大大灶台上是样样齐全。稍后，我们这位嘉宾将会在我们的大灶台边展示自己的厨房绝活。当然，电视机前的您，如果说您也有什么绝密私房菜的话，您也别藏着掖着，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的“回声嘹亮”官方微博，参与我们发起的“我家奇葩菜”的互动环节，赢取精美大奖。祝大家好运。那么接下来呢，今天节目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南方美食。首先请出的第一位啊，虽然说他本身是一个东北人，但是常年在南方生活也使他练就了一番厨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歌手汪正正，有请。生活第一次点燃是希望，才跟随人。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是心灵在体会。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梦想一开始给我们唱出来，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南方的美食，没错，您是东北人，但是您真正超越梦想的地方恰恰就是在南方，对吧？在广东。还是这个小尼和这个思思嘛，就特别了解小哥。正正确实在广东收获了很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推出了好听的歌曲，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当然收获了爱情，还收获了厨艺，收获了爱情和厨艺。今天灶台可给您准备好了、啊，来，咱们就灶台请吧。有请，就三把大菜刀，你这是要烤啥呀？这是要干啥呀？咱们那个观众朋友们。啊，你看这个，这个很专业。哎呀，这个后厨啊，大厨呢是有三把刀啊。这三把刀呢，如果你的这个，就比如说咱们三个的厨艺，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不可以动人家这个大厨的三把刀。哦，厨艺不好，你用他的刀，那就那请问一下汪大厨，就很不舒服了。这是谁带来的刀？对呀、啊，大哥饶命啊！大哥你好，掌声鼓励一下。你看，那我们今天显然是要考验您的刀工了。是，请看这边，这是道硬菜呀、啊，烧鹅，广东烧鹅。到现场来的观众朋友都有口福了，我们请汪大厨给我们切一下烧鹅。这个呢，也是挺有讲究的，切烧鹅。啊，他这刀特快，你要以着他的那个纹路来走，还有骨骼啊，对，庖丁解牛，对。哎呀，我都闻到香味了，都饿了。这个还要这样？哎呀，我们这灶台都受不了。哎呀，行，好，斩鹅。哎呀，很均匀。哎，我发现他是用左手用刀，你发现了没有？小心手，好嘞。哎呀，这是我们餐厅新来的大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刀工，大厨刀工好不好？看一下，不错吧？很专业。掌声送给汪正正。那也请大厨给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来，大厨亲自给大家吃烧鹅。小朋友别吃了骨头啊！哇！分完了，好，都谁吃了？
小朋友好吃吗？好吃吗？真的？好吃。你好，哎呦，您吃的很欢呐，吃的太热闹了。你看你两手一手一手一只，你慢慢吃啊。好，我们也谢谢。是那雨后彩虹，瞬间无影无踪，捧出一颗火热的心，也想换点美丽青春。谁知你的心是那天上的云，爱恨有风决定。其实男人很傻很傻，明知有火炼藏着玫瑰陷阱，男人还是想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嘉宾啊，他青春时尚，驻颜有术，所以我想关于吃，他一定也有自己的讲究和见解。美食跟健康永远是离不开的话题，来，掌声有请耿连凤，有请。哎呀，是吗？今天我漂亮吗？漂亮。哎呀，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是我们回声嘹亮的美食季特别节目，您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您得用我们美食有关的方式，用歌唱的方式，用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打造，可以吗？可以。这么多要求，要求不高。哎呦，我天哪，我都糊涂了。那我，你们俩也算上啊。啊。还有观众朋友们，能不能跟我一块来唱这首歌，行吗？好。咱们练两句啊，用刘三姐的调啊。哎，回声嘹亮，歌声响，哎，哎，歌声响。老师，那有一个学生不认真，他自拍。哎，你怎么？哎呦，壮壮来了，来，壮壮，哎呦，妈呀，来壮壮，来，咱一块唱吧。啊，预备。哎，回声嘹亮，歌声响。精神爽，今天咱们谈美食，吃好喝好身体棒，哎，今天咱们谈美食，吃好
师这底气，真让我们年轻人都赶不上。我相信耿元峰老师肯定还有很多以前一直给我们保密的养生秘诀和青春秘方，今天咱们一吐为快一会儿，好吗？还要做菜是吗？对，绝招。我想这一个菜呀，对大家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啊。嗯，是什么菜呢？是一道汤。汤究竟是什么汤？来，请到烹饪区。有请。我们的食材是准备好了，这什么汤您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已经给我准备好了哈，我来介绍一下。嗯，白菜，抓一把，白菜是解毒的。嗯。第二道，萝卜，放几片大白萝卜。好。那是润肺的。嗯。第三个，梨。梨是干嘛的？梨也是润肺的。最后一样是绿豆，清热。绿豆咱们多抓一点了。绿豆啊，它有很多优点呢，清热、解毒、去火，再来点。清理一下我们的肺。对，嗯，这叫四宝汤。四宝汤就这四宝。四宝。大白菜，嗯，大白萝卜，梨，绿豆。您喝了多少年了这汤？这汤啊。有喝了20多年了吧？20多年，天天喝。因为我觉得这个汤的食材有一点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的食材，而且每一种都不贵，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每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煲这样的汤。永葆青春的秘诀，耿老师已经介绍给我们了，这也让我想起了您曾经演唱了一首歌曲。耿老师曾经唱过一首歌，很好听，和年轻有关的《青春》。和青春有关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对呀、啊，好极了，大家想听吗？来，我们掌声送上，有请。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黄河小雨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妹妹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二十一世的新一辈。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三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眼泪，光荣属于二十一世的新一辈。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眼泪，光荣属于二十一世的新一辈。光荣属于二十一世的新一辈。光荣属于二十一世的新一辈。刚才吃了烧鹅，吃了四宝汤，接下来上场这位嘉宾我觉得有难度。关于南方美食，你猜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是，你的意思是他看着不像能做饭的人是吗？对，我觉得不太像。没事，我们美食季说东南西北的美食，但是他能给我们唱东南西北的歌。来，掌声有请阿豪。刘亚火，你跟麦迪历史是抢哪个的？哎呀，转身，这是不是特意外呀、啊？我非常讨厌王铮铮。参与回声流量，我家奇葩菜微博互动的观众朋友，广告之后即将公布山东奖中奖名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Thank you.
是离水楼到湘江，江边有座神魔仙楼，去了座神魔人，领导人民得解放，马一儿一自由。别节目，刚才小尼说了，你未必会做饭，但是你走遍东南西北，哎，这方言应该没问题。哎，你在南方待过好多年吧？对，上基本上今天南方的，你看今天如果像广东啊、广西啊、湖南啊、云南话，我都会说。都会说？对，那说几个？云南话。我很像云南话，云南话，云南菜好吃好吃。湖南话。板扎，湖南话，你比如说，一个买提，李思思吃饭了。你跟麦迪李思思抢饭去了，干嘛？我们俩怎么够火爆的？阵势够大的啊！对，讲点别的吧，因为我特别开心，我看到我们这个回声聊聊升级的，又有吃又有喝，以前没这待遇，有酒没有？不是，我跟你说，阿宝，这不是给你吃给你喝，就是你要在我们节目里大秀厨艺，你明白吗？对，你做完了之后给我们品尝。正正可是资深好男人，又给我们切烧鹅。耿连凤老师给我们带汤来了，你带啥了？我十分喜欢耿连凤老师，但我非常讨厌王铮铮。讨厌他是公然叫板的。不是，说句实话，我们圈里很多歌手艺人，大家都不喜欢王铮铮。为什么呀？火药味好浓啊！实话，真的是实话。怎么的呢？他太高了，1.9米，而且腿长，脑袋小，谁都不愿意跟他站在身边。魔鬼身材。你想，如果站在这儿，你让我不是，你让你跟买提情何以堪呢？我呀，我挺自信的。我为你是为心疼你啊！专门给你安排一个环节，跟王铮铮走秀啊！我带的吃的。哎，那就别现在吧。真的吗？来来来来。阿宝不说最怕的就是跟汪正正在一块儿，就满足。我们节目就是怕什么来什么，来准备给点音乐。身材不是你，但是风头能给你抢过来。啊，对，你抢过来也可以。特别心疼的阿宝，为了给自己壮阵势，还非得把那个屁股扭得特别厉害，还行。既然汪正正都上来了，我们来看看他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好，好不好？今天务必得带南方美食。Okay.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水果，非常非常开胃的一个水果，很特别。有请我的那个上来。你还带助手了是吧？来，有请。来，我问问这位助手怎么称呼您？免贵姓张，工商张，张秀军，我来自河北邯郸。河北邯郸的这光先生的呀？不是，是邯郸三亚的。哦，抢在三亚的。哦。那你为什么准备是三个？这是什么原因？今天呢，我用我的手法把那个哈密瓜揉出汁来，让三位嘉宾品尝一下。好。那我们请郑郑和小尼来，好不好？来揉揉揉瓜呀，给瓜做按摩，来吧。
其实我们知道一般哈密瓜是果肉，因为我们是切开吃的，像西瓜一样嘛。但是呢，经过我们三位这个不断的按摩，我们看看是不是能把果肉里面的果汁给揉出来。说的可省事了。也就是说你们的手现在就是按摩的手，义务榨汁机，看看能不能榨出果汁来。哈密瓜也做马杀鸡，哈密瓜让它出汁儿。我这一个小时收费可高了，你摊上事儿了，我跟你说。你看正正的手都暗红了，这是真用劲儿啊。正正这个还有效果，揉面的那种感觉，哎，真的很费劲儿哎。耿老师有生活经验，您觉得可能吗？可能，带瓜来的这个朋友，他那个瓜揉的不一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在揉面。他是在转这个，他一直在转这个瓜，他转得很轻，哎，而且他一直在转，我相信那汁会出来。我们倒数十个数，全场一起来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我们从小宁这儿开始看吧。别挤，有汁儿了吗？哎呀哎呀，籽儿挤出来了，全籽儿。我终于知道怎么把哈密瓜的籽儿给弄出来了。你的全是瓜籽。哎呀，这个画面实在太惨不忍睹了。来，正正到你了。这不过这声音像闹肚子。哎呀，哎，哎，这个一半一半。真心不错哎。这个是哈密瓜糊。我觉得哈密瓜在你手里真的倒霉。全挤我手上了。我们看看师傅的究竟会不会出汁儿呢？真出汁儿了。出汁儿了。瓜的外形没有被破坏。哎呀，昨晚吃啥了你？我不提倡这种做法。你看，一个五斤的瓜只喝二两水。那我尝尝这水味道怎么样？还真敢。相当不错。哎，浓郁。思思，你是我是我搭档不？是。这么多年朋友了，你把我这尝尝。哇！你们给我点掌声鼓励。我给你准备好药了。真的吗？有哈。来吧。回去就拉肚子。各位，我先干为敬，下期节目再见。有本事就干了。这时候掌声怎么这么稀稀拉拉？哎，谢谢啊！让大伙儿看看，每个镜头，小尼这个完全是果肉都挤出来了。掌声送给我们师傅。来，谢谢谢谢，师傅你今天还带了份礼物来。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也是从南边带来的。什么呀？什么？带来一部《南海姑娘》。哦。来，掌声有请。你仔细讲。美食团达人要登场了。嗯，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七彩云南，一起去尝尝云南菜的味道。掌声有请七彩云南。有请。
场云南组合，哎，谁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打个招呼。好的，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七彩云南组合啊。我们今天主要来的是有傣族的姑娘，还有佤族、彝族、布朗族啊。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都来了。对对对。有，挺好。哎，好像还带了菜，是不是？美食，我们逐一看看吧。这第一道菜叫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嗯，这菜名挺有诗意的。第二道菜，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第三道。竹林深处有人家，这有点玄乎，你们这个菜名有点太文雅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样好不好？我们三位嘉宾刚才也是一直在看，没有品尝到美食，那现在我们三位嘉宾想吃哪道菜就站在这道菜的身边，好不好？好吗？来，有请三位。我这个竹林深处啊，这人家好啊，我来这个有人家这个，我也喜欢这个。那不行，竹林深处有人家，这个意境特美。你们俩抢一个呀？我也挺喜欢这道菜。要你们俩都吃这个菜啊？这样，我觉得不能轻易让他们这么吃了，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们大老远从云南来了，带了精品特色菜，我们得考考他们，好不好？好。每样菜一道题，如果说你们能够通过的话，就能吃这道菜了。就还要通过考验？对对对对。那我从我和耿老师爱吃这道菜开始。要品尝这道美食，要先体验我们傣族，云南傣族舞蹈。我们做俩动作，能做像的。你在前面，我们在这做两遍就不错了啊。哎呀！掌声鼓励，可以揭秘了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到底是什么菜呢？来，哎呀，这是什么呀？对，这是我们那个云南菌汤，菌汤，对对对对，来，干杯！好，掌声送给思思和我们的耿连峰老师。太好喝了，特别鲜，谢谢。咱们那个阿宝和汪正正，你们选的菜，他们选的那个竹林深处有人家，这个有点玄机啊。那给他们出个题吧，体验一下我们的舞蹈吧，好吧？什么舞啊？我们佤族就是甩发舞。这头发？没头发呀。你们有准备吗？有准备，有准备。来，请上头发。好地方，这个好。这个太高飞了，我受不了，我看见王先生受不了了。你再看看你自己，你别笑话别人，你们俩现在属于赵金虎。来啊，准备三二一转身。哎呀，这大姑娘真漂亮。哪家的呀？这是不是特意外呀？漂亮，这有这么高的吗？这能娶回家去？这能嫁出去吗？这个，他们都说我跟思思像亲姐妹。哎呦喂，有天哪！漂亮，你们俩不是亲姐妹，你们俩是黑白配。太吓人了，这俩人。我这形象现在到底啥样？形象很漂亮，接下来要考验你们。已经说了，说我像少女，你像少妇。这样吧，不管像什么，先来看看你们要跳什么舞。来啊！哎呀！来啊！哎呀！哎，这假发质量还挺好。人换都不错。露脸，露脸，正正脸，这就没脸。哎呀，阿宝，头发都甩掉了。别看正正身高高，运动不太灵活，但是跳起甩发舞来还别有一番风情。我这脸怎么老出不来呢？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他们啊！这阿宝漂亮吗？阿宝漂亮吗？那正正漂亮吗？要不要我们两位再做一次汇报表演？好呀，来两位。我跟你讲，弟弟。就这期节目播出，我要不火，我脑袋都揪给你。我跟你说，你绝对火。来吧，要不你练了。不玩了。哎，正正，人已经去。行了行了，哎，
其实郑郑特像一位明星，我告诉你，一个影视剧经典人物。像谁？梅超风。我觉得这变盛会的，因为他个子高嘛，他水不方便，对，而且他还能水到最后，对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接下来请郑郑品尝美食，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揭晓答案，三、二、一，哎呀！这是竹节虫，这也是云南当地的一道特产，还能动呢，还有软乎呢。你看，你看阿宝，看你吃吧，我吃过，好吃，而且有营养。我真的吃过。阿宝，你好，来，竹子里长的，没事儿。老好吃了，哎呀，还吃的挺开心的。可以。不是，这到底谁赢了？这家咔咔猛走，对不对？赶快，这个是给郑郑打包带回家。打包带回家，回去好好尝一尝。接下来是最后一道美食，你先揭晓谜底吧，你来尝尝这道美食好不好？来，三、二、一。啊？哎呀，这个是鲜花饼。鲜花饼。哦，云南的那个玫里面是玫瑰。尝一尝吗？鲜花饼。不过不吃亏，还吃。来一个，来。啊，这个我要吃的。几位都吃了美食了，接下来小尼他们是不是得体验一个项目？体验这个项目啊？嗯。你们别后悔啊！后悔也来不及了。是啥来着？来，让我们共同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项目究竟是什么。阿宝，这个行吗？可以体验一下吗？这个刚才耿连凤老师强烈要求体验一把。啊我看非常棒，这两个小伙子表演得非常好，这火从肚子都喷出来，真棒。嗯，可惜我没这特异功能，我回去好好练练。我们就来自己擅长的吧，阿宝。你看这个云南姑娘啊，能歌善舞的，你能跟他们对个歌吗？哎，没问题，云南民歌我会唱不少吧。这个你挺积极啊。对。来，我们请姑娘和阿宝共同来合作一首歌，好不好？你们太狠心了，怎么哭了？第一次做节目做的想死的感觉。参与回声流量，我家奇葩在微博互动的观众，广告之后即将公布二等奖中奖名单，欢迎收看，马上回来。姑娘和阿宝共同来合作一首歌好不好？来，亮亮嗓子先给我们。浪啊他也没听懂我呀。姑娘，你刚才唱的什么意思？我刚才唱的意思是给自己的阿哥唱一首我思念他的意思。思念已经开始了。对，因为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谈恋爱都要唱情歌来谈恋爱的。嗯，男孩子如果不会唱情歌的话，他娶不到老婆。哦，那阿宝，你刚才对姑娘唱的是什么意思呀？我也不知道唱的什么。我们让感情进一步，应该好好的给我们完成一首情歌对唱，好不好？唱一首我们听得懂的啊。我们传销混子吧。啊，对。阿哥阿妹的今夜。
这婚结的可够高亢的，阿宝真的应该送给妹妹一首好听的歌，完完整整的。其实你知道一问妹妹最爱哥哥什么吗？不知道吧？小妹妹，对，小妹妹就爱哥哥坏。湘菜，哎，那就是湖南菜嘛。是湖南啊，这无辣不欢，无辣不成宴，辣椒在湖南人民的生活当中啊，那是非常的举足轻重啊，所以才有了那首歌《辣妹子》。掌声有请陈丽媛。是一个辣妹子，虽然不来自湖南，但是很爱吃辣，对不对？嗯、对，我是安徽人，但是呢也比较喜欢吃辣，也比较能吃辣。能吃？能吃，你能吃到什么程度？一半吧。就一半的辣椒你都能吃？差不多。哦哟，那还可以。我们现在讨论都是哪种辣椒啊？吃百分之多少啊？有些人他世界上任何一种辣度的辣椒他都能挑战。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级别就应该算是怕不辣，怕不辣，就怕这辣椒不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就是一位达人，有请中国辣
王，有请。挂着辣椒就来了。我来自河南郑州，啊，我叫李永志。嗯，今天来给大家，相声是表演吃辣椒，我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和我一起享受这红红火火的日子。是要干嘛？抓辣椒。看来现场的朋友，我觉得这辣椒的颜色和我们现场观众朋友的服装倒是挺统一的，都是红彤彤的。红红火火，今天回盛来。但是刚才说您是中国辣王，我们真是有一点儿不知道是不是名副其实啊？不是，您总共尝试过多少种辣椒啊？今天在现场我带来了有很多辣椒啊，有八个国外的辣椒啊，还有咱们中国八个省每一个省份最辣的辣椒。那这样，我们先把这些辣椒拿上来，大伙儿来看看啊。来，请上辣椒。辣椒啊，它这个辣度其实是会经过科学和精准的计算和度量来产生一个度。你看这个辣椒啊，最不辣的那叫平常吃的柿子椒，30度。30度，平常呢我们做菜稍微辣一点啊，这个像这种广西的朝天椒。1000度上下，这算是很辣很辣了。是，当然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这个中国辣王也说到了，带了很多国外的辣椒。哎，你现在手边的那个就是最辣的，这个就是最辣的，叫印度魔鬼椒，是6500度。你想想，那30度的辣，这6500度，那得多少倍啊？你闻着都有点呛。我觉得我们很难判断说这个究竟有多辣，有没有自认为特别能吃辣？平时就很爱吃辣。哎哎，你得吸引一下大家，有点奖励。当然有了，你看我们回声嘹亮是多么大方的栏目啊！如果您在现场可以挑战战胜我们的中国辣王，那我们现场的所有的锅碗瓢盆啊，我们这些您都随便挑一样可以拿回家。拿回家，真的。如果你能挑战成功，现场有没有观众愿意参与？来，欢迎。我先问一个问题哈，就如果真的挑战成功了，这现场你们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跟您合个影。哎呀，没问题，就算不成功，这个愿望也满足。吓死我了，他使劲的盯着你，我以为他说把你带回家去。您呢？带一个辣椒回去吧。不是，哎，我跟您说，我们那边东西您都可以选。电饭煲、菜刀、厨具锅都可以。光正正，阿宝。还有我们那儿烛台呀、鲜花呀，您都可以拿走。摄像机拿不了。您想要拿什么？那我拿电饭煲吧。电磁炉。咱俩介绍完了，估计前面几位观众都后悔了，不知道这些也可以。您呢？挑战成功的话，我跟阿宝合作一首歌。哇！我们也预祝您挑战成功。行，好，大家的要求都不高，但是挑战的门槛非常高啊。是，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挑战，咱们怎么挑战啊，中国辣王？让他们先吃，看他们能吃到这个辣度有多高的辣椒。他们说不再往上吃，我接着往上吃。哦，明白了。一般大师挑战都是这样的，先看挑战者怎么吃。那我们就从第一位男士开始，1000度的这个贵州辣椒先来尝尝，好不好？来，辣吗？没感觉。没感觉，好，继续。1600度，朝天椒。您别为了跟我合影牺牲太大。还可以再试一下。真的？还可以再试。3800度。3800行吗？可以。哇。为了跟思思合影豁出去了，真的，您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辣吗？还可以再往高一点。真的、哎、快给个金镜头，看这位观众汗都流下来了啊。接下来缅甸辣椒4200。你不会吧，大哥，你有味觉吗？还可以再高一点。还可以再高。这样吧，这位观众稍微等一下好不好，我们让他稍微缓一下，缓一缓，就让他更好的发挥。你的汗都下来了，你看你太能忍了。来来来，这位女士，英国辣椒，要吃一个才行，不能都。这个有点辣味，你要都吃掉才行。啊，这个辣。哇。接受不了。哇，好辣。谁让你吃了？你也想跟我合影是吧？谁跟你合影？我要用电磁炉。来，谢谢。你怎么你就退出了？啊，好辣这个。你还行吗？我们给小姑娘点水喝哈。来，到您了。泰国米椒，行吗？4500度，怎样？还行吧。哟，厉害上了啊！这位大哥，2200。
日本辣椒，是不是回味比较悠长？没味道啊！你手上那没吃完呢。哎，有没有味道？看他脑门就知道了。来，4500。泰国米椒。他刚才的愿望是和阿宝唱歌。你怎么哭了？这反应多慢呐！哭的感觉、啊。没事，你哭啥呀？您别哭，这鼻涕都流下来了。等下咱就唱首《泪蛋蛋》吧。好，就要跟阿宝合唱，都拼命了。那这位观众您就稍事休息，来最后一位。那直接来这个米椒吧。长打四个字。好。四个字。这位观众的梦想是拿走我们的电磁炉，请问什么味儿？可以不亮。还可以再挑战、啊、这样，那我们这位观众也算是顺利过关。接下来我们有请胜出的几位观众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挑战的就是云南涮涮辣。这个涮涮辣，它的辣度能到什么程度呢？就直接涮涮锅边儿，能把一头大象辣倒。来吧，准备，预备，走。大姐，您表情好纠结啊。大姐，不能坚持，咱就放弃。放弃。您说什么？放弃了。您的电磁炉，您再看看电磁炉在向您招手。电磁炉不要了。好，掌声送给这位大姐，谢谢。看来这辣椒是有多可怕，电磁炉都不要了。两位，你快看，你看他的表情。行不行啊？6500度敢挑战吗？这位观众，要不然我先跟您把合影合了吧。什么意思？不是没机会了是吧？啊，6500度的印度魔鬼椒堪称是世界第一辣。这个辣椒，手、皮肤就不能接触，皮肤就不能接触。现在世界上，吉尼斯纪录是吃5颗，是印度的一个老头。您呢？我吃32颗。哇！我想他这么说了，我就放弃了。他是4个小时。你怎么就放弃了？这影还合不合呢？你合一张吧，人家都来了。你说你来一，对着这个就行。1、2、3。哎呦喂！好，谢谢这位观众朋友的参与，谢谢这位观众您。我挑战一颗试试吧，不行我就下去。好，来，请。您现在在观众里已经算胜出了。要给我10秒钟。要够10秒钟。10。好棒哎！9、8、7。注意看他的眼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4、3、2、1。您别哭出来，眼泪都流下来。眼泪就在眼睛里打转呢。怎么样？什么味道？辣。怎么样？跟你以前吃的辣差别大吗？大多了。大多了。终极辣吗？相当辣。那您再吃一盘，还再尝一颗不？不是，您看我们那边所有厨具向您招手，您再尝一颗吧。我估计吃完5个，这厨具白给我，得赶紧拿走吧。我们再次谢谢这位观众，因为您在观众朋友当中算是胜出的佼佼者，所以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哎，天王表送给这位挑战辣度的朋友，谢谢谢谢。来，这样我们请中国辣王来展示一下。看，2颗2颗的吃，面不改色。这个后劲能达到4个小时啊！刚才我们那位观众朋友吃了1颗，所有的厨具任他选，他说我都放弃，所以足见这有多辣。6颗了，现在还能继续吗？不是，我还能继续，我可以把它当做一顿饭吃饱。今天呢，我给大家再表演一下我的绝技——三辣同时。印度魔鬼辣椒是6500度，我现在已经吃下10颗，现在还有这个辣椒粉，辣椒粉配大蒜配白酒一起下。您是想今年真的要红红火火了？不是，他是要真喷火了。你一会儿真喷火了。来，我们那请我们这个中国辣椒试一下吧。其实你知道刚才我们这位师傅已经介绍了，说印度说印度魔鬼椒本来回味就是4个小时，等于它现在辣度是叠加了。接下来吃蒜，辣椒配蒜，关键最后还有白酒，爽得很，爽得很。哎呀，哎呀，喝那么多口，我想想都觉得辣呀，掌声鼓励，很
棒，名副其实，送您一份礼物吧，也是我们中国麻辣界的天王，所以要送天王表。谢谢您，李永志大哥，挑战无极限，希望你再次开拓，好吗？谢谢。三位嘉宾要不要来尝试一下？阿宝是挺能吃辣的，对不对？你可以来尝试印度魔鬼椒吗？这是印度魔鬼椒，顶级辣，6500度。你不要这样看着我行吗？味道还很甜甜的哦，还甜甜的。难道你来整颗的呀？我倒真没事。哎呀！小石让您挑战了。哎呀！你愿意跟电磁炉我赢了。电磁炉你赢了。阿宝，你干嘛去了？他觉得太辣了。就着西红柿了，你看我这眼泪汪汪的，拿个勺吧。哎，我从来没有看过阿宝做节目做得这么深情。勺，此时此刻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说？你们太狠心了。谁狠心？没让你吃你就吃了。勺，调羹。我们还搭一西红柿呢，我们算亏了。勺。我跟你讲啊，阿宝辣得在这直哭啊。已经哭，鼻涕一把泪一把。我感觉我的痔疮快发作了。最后一种辣是巨辣，辣的你都不想活那种辣。你都不想活了？我是被思思给害的。我要不吃，你就让我吃。我没用。思思。我是本来是想帮你赢个电磁炉的，没想到你看没坚持下去吧。头一次做节目做个想死的感觉。这期《回声嘹亮》是我做过这么多期里面最好玩最刺激的一期，尤其是吃了世界上最辣的那个辣椒，是李思思让我吃了一颗，简直辣的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吧，我回家拉了2天肚子，就是因为李思思。李思思，俺恨死你了。这就要说到南方菜的刀工很厉害。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厨坛是高手如云啊。嗯，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人称是快刀臣，他今天就是来挑战汪正正。你刚不是展示一下自己的刀工吗？一会儿他上来看你还怎么切。掌声有请陈子宝。有请。李老师好。你好。小姐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换厨厨了。啊，对，我跟您是同行，但我肯定不如您，您这个帽子可高了。你看人家写的 CCTV 刀工争霸赛冠军。真的吗？对。您那是真刀吗？真刀，看看。
这个能切吗？可以。您咋？你也没个心理准备。那您的绝活究竟有多绝？给我们展示展示。来，好，可以，好。现在我展示的是无菜板切菜。无菜板怎么切啊？气球切菜。嗯。气球是要放在钉子上，然后用刀切肉片。这气球一碰就破了，所以这力度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它好像根本都没有触碰到那气球的表面，力度用得很好，还均匀大小。嗯，从容不破呀。而且那肉条好像还挺细的，看起来。好，展示了啊。金花四溅，金花四溅，掌声送给快刀陈。陈师傅太厉害了，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挑战的。但是没有对比，怎么知道陈师傅厉害呢？那得找人对比一下呀。好，那刚才郑郑不是号称三把刀？快刀，您是二把刀吧？还三把刀呢？陈老师，这我们肯定就属于二把刀。要不您试一下？来，我们也请阿宝来试一下，好不好？试一试哈。准备。蘸水，蘸水，蘸水。开始了啊！现在要屏气凝神啊！开始了，一不留神这气球可就破了。开始了。哎，你看郑郑还真行。哎，阿宝也不错。阿宝也不错。虽然我们这肉条切半天也没切下来一条。笑你不要太嘚瑟。阿宝失败，郑郑赢了。气球上切肉啊，最关键的是考验你的耐心和你的意志。对，包括对心理素质。我们把郑郑和阿宝都请到台上，就别让他们回去了。有没有什么挑战是可以他们一块参与的？好，你在思思腿上切几刀？哎，可以啊。你能在思思身上切吗？在我。来，可以。思思不切腿，切胳膊行不行？啊，胳膊。胳膊简单点，切切胳膊来。给我就用了青龙刀。青龙偃月刀。啊，千万别动，没事。干嘛呀？你一动失控制不好就麻烦了啊！哎，没事，放松。啊。没事，好。好极了。各位思思的粉丝们，放心，我们在这看着呢啊，保证思思的安全。思思有微笑。思思挺住。你确定切了是吧，陈师傅？好了，对，切了手了。啊，可以了。好了。哎呀，快来了。好了。哎，师傅你别动，我来试两刀。还剩一半给你切。但我觉得真棒，因为确实在我胳膊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逐渐陈师傅这刀法控制自如。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陈师傅。那是不是阿宝也得尝试一下呀？来，再试。到他这儿怎么能用胳膊呢？师傅有没有终极挑战，最难的那种？拿脸。拿啥？在脸上，我用嘴啊叼着刀切个菊花豆腐，好不好？你用嘴在他的脸上切。对，拿嘴叼着刀切，好吧？这我想看。不是，你选人选错了啊！不是，你看我，你看三十这位男士，你怎么找个最帅的切呢？对，是。我看胆大。是靠脸吃饭的呀，真舍得。不，你要万一你要给我毁容了怎么办？那让王老师吧，王老师，我看看脸挺白的。怎么就变成正经了？行不行？不是。啊，小尼脸上肉多，好切，我全是骨头，你看看。这样算了，我们三位男士都是勇士，对不对？啊，逐一尝试一下。今天呢，这活啊，就得阿宝来干。对，我觉得也是。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阿宝。思思，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睡美人呢？不这样。你像什么睡美人呢？睡狗熊啊？是这样，啪嗒把脸遮了，哎，这样多稳。哎呦，阿宝，你现在有什么感受？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我害怕紧张，你找个绳子把我手绑起来。哎，当菜板的感觉怎么样啊？好极了。好嘞，慢慢体验吧。来，我们现场阿宝，你一定要放松，你的肌肉千万不要紧张。能不紧张吗，耿老师？放松。闭眼。哎，您大哥，您悠着点啊。您可咬住了。哎呀，把眼睛闭上，不要。哎呀！不要说，不要出声。啊！千万别动脸。啊！全场都安静了，大家屏气凝神。啊！擦擦脸。啊！阿宝现在是什么感觉？感觉像做个面膜。
还做了面膜，在阿宝脸上切出了菊花豆腐。对，就在脸上切的当下吧，这是一道很好的菜。谢谢。哎，我跟你说，有时候动手做美食会发挥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有时候你要烧的一手好菜真的能起到讨好丈母娘作用。所以今天我们两位男嘉宾汪正正跟我们阿宝来一个现场大比拼，两个人各烧一道菜讨好我们现场没有丈母娘，我们就请耿莲凤老师当我们评委好不好，还有现场的女观众好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汪正正对决阿宝厨艺对决开始。两队已经开始了，阿宝现在已经正在切葱，正正有条不紊的在进行，先切螺片，他先切片，这个一定要把它切的薄一点。我这边是把这个水烧开了以后呢，把这花甲焯一下，活的花甲就全都裂开，对，死的就不能扔，死的不能吃的，而且还能把那里面的沙子就沉淀出来。好，我们看看正正那边。好嘞，差不多了。你要的。正正已经下锅，要把这个螺片给焯一焯，稍微开水过一下就行了，不用太熟，对吧？不要太，不用太熟，因为它本身就是很新鲜的，对。啊，您这就行了，这就可以了。实际现在你都可以吃，你这也速度太快了吧？啊，你们队这么快？哎，我们这队刚出锅，哎，他这也快，他这也很快。我的量多呀，他这也快。嗯嗯，很鲜的。我给你们透露个小秘密，汪正正炒菜实际不咋地，讨丈母娘欢心，据说有十几个丈母娘已经离他而去。你就别打击人家了，你把这道菜做，专心做你的菜吧。哎，看看汪正正这边拍黄瓜的技巧，我换个锅吧。哎呀，多么的纯熟啊！行，速度相当的快。
阿宝也不错，现在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二步。你这就好了。对，料酒、白糖。放点糖这个啊。好。没事，我习惯用勺子来炒菜。习惯用勺子，好。放点料酒。对，要放料酒。好。这然后再放什么？放点酱吧。味道很鲜。这什么？它完全是即兴发挥，好像。放点酱可以，一般放点豆豉。没有什么菜谱。那边还没做好呢，我们这已经开始尝了啊。放酒。怎么样？好吃吧？好吃吗？咸蛋，点个头啊！好嘞，我先给丈母娘尝一口，行不行？好嘞。那个不行，我们队还没完成，您尝吧。你可以先给我尝一口。你成丈母娘了。没有，先尝一口。最后快熟的时候再放这个。对，放错。嗯，阿宝，你放心吧。再来一块，我饱了。我觉得他们那队呀，糖放多了，这有点过于甜，所以咱们队赢了。吃吧，走，少点行不行？少那么多，一点儿行。我看阿宝更得耿连凤老师的喜爱呀，耿老师一直在旁边指导。放到你的盘子里。就这大厨盛菜可真有点浪费，全掉外头。好，这是这两道菜，一道热菜，一道凉菜。今天的主题是讨好丈母娘，耿连凤老师今天就充当一下丈母娘。好，我就当一下丈母娘。尝尝。耿老师，请。沙子？没有，没沙子。没有沙子。味道还不错。就是炒了老了点。您先打个分，打点咬不动。另外。别打100分了，99可以了。这么说吧。有点咬不动。那个我就吐出来了。为什么？有沙子。真有沙子。再吃第二道菜，请您品尝。他这可能有虫子，你小心。也不错，耿老师心里已经有主意了，到底今天谁胜出？我们来看看耿老师给出最后的评判。阿宝炒的这个菜啊，味道还是挺好的，吃到嘴里呢还是很香的啊。哎，猛一吃，我也吃到那沙子了。哎，对，就是说呢，为了练练您的牙齿啊，对，为了让这个牙齿更结实呢，里边掺了点沙子。所以说呢，这个菜吃完以后你就忘不了了。对啊，它这里边有特殊的味道啊，给它99分。正正的菜，正正的菜，看上去很清凉，一个白，一个绿，哎，味道呢挺好的，吃到嘴里很清爽，嗯，就是糖呢虽然多了一点，但是还可以。你看比较爱吃糖的呢，我觉得味道也比较合适，也给你99分。啊，董老师，帅女婿哪个更好？哎呀，都好，两个我都要了。两个都要了，我这你这是十几只呢，有俩女儿。哎，加一分您加给谁？耿老师。我觉得今天阿宝吧，他挺不容易的。对。吃辣椒，吃那个辣椒，差点没辣过去，辣的鼻涕。差点昏死过去。今天那个阿宝险胜，以微弱优势胜出，掌声送给阿宝。恭喜阿宝。我们轻轻唱。听回声多嘹亮。到这里的本期的回声聊聊美食季特别节目南方美食全部结束了，我们要特别感谢今天光临现场的三位嘉宾，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食和精彩，谢谢。回声聊聊由天王表业特约播出，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想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信息，欢迎您关注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或者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加入我们，重温时代经典，畅享回声聊聊。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推荐你就像我就是给。哎呀一定要看。哇，现在开始看见天好怕流露的，太棒了，这样再猜不出来。让我们